王美亮，你这吵吵啥呀？不能给我搭把手。谁说我没搭手啊？我这不是拿着筷子等着吃呢吗？就知道吃呢。你说我要炸丸子，我让你大姐夫带一桶富红大豆油，说到现在他也不回来。对呀，吃富红大豆油，为健康生活加油。是啊，没这豆油也炸不了丸子呀。是，你说他上哪儿买去了？这么长时间都不回了。钱顺范，气死我了！你要干啥？你今天到底？妈呀，俩人又吵起来了，我得看看去，帮我盯着锅。好嘞，你劝劝我二姐啊。真是。最近呢，心情有点低落，小米粒总是不理我。都说女孩喜欢浪漫的，我觉得我挺浪漫的。这几天我想明白了，不是不够浪漫，是不够惊喜。今天我给他来点惊喜，争取把他浪漫蒙了。小米粒，小米粒，小米粒，你来干嘛来了？嘘，三二一。爱就像蓝天白云，晴空万里，忽然暴风雨。惊喜不？哎呀，咋的了？咋的了？高压锅爆了啊？笨笨啊，小美玲，笨笨，小美玲咋的了？被我浪漫蒙了。什么玩意儿？快快起来，宝宝，起来。笨笨，哎呀，你干嘛？你要吓死我呀？你来干嘛来了？是这样啊，你大姐夫让我帮他送一瓶富红大豆油。你是来送油来了，还是来要我命来了？不是，我就可能想给你惊喜，没准备好。你准备好，你不还得把我吓死啊？天天净整没用的，你赶紧走吧你。烦死了。那行，那小米粒啊，那我重新准备啊。什么呀？那把人气死了。咋回事啊？你别提他了，我不知道他最近怎么了，总说要给我制造浪漫，这不挺好吗？好什么好啊？你就说昨天吧，给我打电话说，哎，你出来呀，我给你个惊喜。结果我高高兴兴的跑出去了，我一出楼道口，我一个大前趴子就在那儿了。咋回事啊？他把一整盆的花都放楼道口上，我没看见，一脑子栽进去了。哎呀，你是你这个甜品的就是个二傻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别说他了。这油也到了，你快给我炸丸子。行，炸丸子，炸。哎哎，这一卡片是不是给你写的？我看看。嗯，我的女王真美丽，日日夜夜思念你。这写的什么呀？这么俗呢？是吗？我的女王真美丽，日日夜夜思念你。只要你在我身边，你爱咋地就咋地。你看人写的多好，爱你的赵刚子。哎呀妈，你大姐夫写的，我看啊，这真是我大姐夫写的啊！哎呀，大姐，我大姐夫这么浪漫呢，我都没想到啊！不俗吗？不俗，一点都不俗。哎呀，我没想到我们家刚子这么浪漫，太感动了。我回来了。哎，大姐夫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刚子，大米呀，你是不是看了我给你写的那首诗了？是，我的诗人，我的狮子刚。大米呀，知道我为什么给你写这首诗吗？你还记得吗？12年前的今天，我认识了一个小胖子。谁呀？你。12年之后，他仍然这么胖。你是我心目中最重要的女人，谢谢你，12年与我相濡以沫。
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。刚子，康林，小米粒在那儿呢。本来我是想给你买一个礼物的，你也知道，每个月你就给我50块钱零花钱。这个月王小倩借走了一大部分，本来还剩点，没想到你突然给我打电话，让我买瓶醋，结果就一分钱不剩了。但是，我给你写了这首诗，纪念我们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。刚子，你啥都不要，只要我在你心里就行。感人，太感人了。钱顺发，你给我出去！你无理取闹，找别扭，怎么的？这是今天这是咋的了？这是气死我了！无理取闹。大姐夫啊，你两口子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两口子在里边吵架，你们两口子居然有这种方式来庆祝？哎呀，庆祝什么呀？庆祝干什么？你不知道吧？今天是大姐跟大姐夫初次相识的纪念日。哎，大姐夫还给大姐写了一首诗呢，浪漫了。去去去去去，写诗就浪漫啊！我给你二姐直接给的钱，她把我给撵出来了。老板，撒开！我看不得这个啊。淑芬，你说你忙了这么长时间了，好不容易回趟家，怎么回来就吵呢？大姐夫啊，二米粒也不知道咋的了，无理取闹。啊，你说我刚出差回来，他说我不着家，我要是着家，公司的生意谁来做？说我出差回来没给他买礼物，我把这次挣的2万块钱都给他了，买什么礼物买去呗。哎呀，顺花，你就给他买一点礼物。对，就是你呀，就是一点都不浪漫。你懂啥呀？浪漫管饭吃啊。顺花，写你大姐夫，给他写首诗。写什么诗？什么诗？那我写的。你写的？我写的。你过来干啥？你写的？我写的。哎，借给我呗。不是，这我写的诗怎么能行啊？我跟二米粒今天恐怕是过不去了。哎，这首诗你借给我，我就说是我写的，我写给他的。那不行，不合理啊，这是我写的诗。钱顺风，就这个走了，你就别跟我回来了啊。看见没，我有家都回不来了。没事，有我呢。来来来，你们都过来。不是那个大米啊，这样你马上去一趟，劝一劝。不行，又犯驴脾气了。小米粒，你出马。你不行，我怕他踢我。看你这没出息样，你都不去，谁去呀？对啊，谁去啊？哎，街坊邻居们，你们可能不太了解，我大姐夫的一声叹息，证明他要去。谢谢大姐。行了，我出马吧。太好了，你去能行吗？没事，我去那给他吟诗一首，啥事都没了。那个小米粒，啊，跟我去一趟。我去干嘛呀？你诗人旁边不得有个书童吗？你过来。还是怕我二姐踢大姐夫啊？我等待着你胜利的消息啊。你放心吧。行不行啊？他没问题。顺风，哎，你就是不如你大姐夫浪漫。我的女王真美丽，日日夜夜思念你，只要你在我身边，你爱咋地就咋地。怎么样？来来来，大姐啊，哎，就这首诗让你哭的鼻涕一把泪一把的？怎么的？不感动啊？我问你个问题啊，我记得大姐夫跟你结婚之前有一个女朋友，就是婚前女友，叫什么名字来着？王美丽。王美丽。哦，那你闭上眼，我再给你朗诵一遍啊。哎，我的女王，记住这个字啊，真美丽。大姐，连起来说一遍。王美丽。我再念一遍，你听。我的女王是王美丽，日日夜夜思念你，只要你在我身边，你爱咋地就咋地。心怎么这么大呢？还在这儿感动呢，写给王美丽的。哎呀，美丽，没事了啊，不许再闹了啊，是。还
哎呀，大米呀、啊，你看看，我不就写了一首诗吗？这怎么至于感动的还哭呢？别哭了啊！别哭了，别哭了，抱抱你啊！一边去。赵干子啊，你那个诗就不是给我写的。这开什么玩笑？不是给你写，给谁写的？你写给王美丽的。什么玩意儿？王美丽。这怎么能出现王美丽呢？怎么？你看看你写的啊，我的女王，真美丽，王美丽。你怎么能穿到王美丽身上去呢？这不明明给你写的吗？这谁瞎分？这不瞎分析吗？这不是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，这大姐自己分析的。这什么？这怎么能有王美丽的事呢？这跟王美丽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这哎呦我的妈，这是扯哪儿？扯王美丽身上？这是？哎呦！我仿佛听到了一声熟悉的声音，哎，淑芳，你这一声哎，你是不是有办法破解这个难题？大姐夫啊，看来大姐今天是过不去了啊！一年365天都是你替我扛，对，我这回当着街坊邻居的面，我替你扛一回。我的妈呀，淑芳啊，你让我刮目相看眼看啊，淑芳。你说怎么的？你就这么说啊？你说这首诗是我写的，嗯，我写给二米粒的，不就完了吗？哎，对呀，你不对，对，这好啊，这不是经常我替你解决那套路吗？对呀，就这么办啊！这么好的主意你怎么不早说呢？你我刚才就跟你说了，我说这首诗是我写的，你不愿意啊？你刚才说的时候不是不合理吗？现在呢？现在非常合理，就这么定了。叔叔太聪明了，街坊邻居们，不是我聪明啊，是我大姐夫太笨。媳妇儿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别哭，别哭，我这诗不是我写的，顺风写的，我是剽窃了顺风的作品。真的假的？顺风，哎，我写的，我写给二米粒的。什么玩意儿写我的？还没走呢。哎呀，我上哪儿走啊？媳妇儿啊，我对你的爱啊如滔滔江水啊，少哎呀无法表达，我给你写了首诗。来，我写的。给您写首诗。哎，看完了你准不生气了。来，大声朗诵出来。我的女王真美丽，日日夜夜思念你，讨厌，只要你在我身边，你爱咋地就咋地。赵刚，前面你给我滚出去！哎，出去！哎，赵刚，漏了！写首诗还骗我呀？那快就漏了啊！这是后边。大姐夫，你别管。二米，二米，你听我跟你说啊，二米，你听我跟你说，我给你解释一下啊，这诗呢，这诗确实是你大姐夫写的。你？我写的。你还会写诗？你看你怎么还不相信你大姐夫呢？来，媳妇给证明一下，是不是我写的？这是你大姐夫写给王美丽的。什么有王美丽什么事？怎么老跟王美丽干上了呢？你这没王美丽什么事儿啊？这二米啊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这首诗是你大姐夫写的，跟顺风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对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二米啊，我想跟你说两句话。来，小顺风，你过来。哎，我讲。其实这个男人呢、啊。表达自己对家庭对妻子的爱有很多种，就是吧，你比如顺风天天在外边忙，对吧，没日没夜的，完了回来以后把钱唰就交给你了，说明啥？说明他信任你，说明他想让这个家好，想让你过上好日子。哎呀，大姐夫啊，你说的这些话我懂，其实今天我和他闹吧，就是想告诉他、这钱啊在我二米粒心里不是最重要的。是，那你说一个家庭是不是就经常应该有点浪漫呢、有点情趣啊？对，对吧？顺风啊，人家二米提这个条件，这很正常吗？那么你回来以后，你别光拿钱回来，买点东西，羊毛出在羊身上嘛，对不对？买点小礼物，完了以后带他去旅游，不有车吗？你实在不行，你去个远一点的地儿，你去趟法库吗？我去哪？法库？我整天做生意这么忙，我哪有空啊我呀？那你就写首诗嘛，你像我一样写首诗不就完了吗？写啥诗啊？写给王美丽啊？是找这事儿呀，二米啊，来，正好你在啊，你给你大姐夫评评理，你大姐夫给你大姐写了首诗，完了他们愣分析说这里边有王美丽的事儿，你看看
怎么能有王美丽呢？谁说给王美丽写的？王美丽有什么关系啊？谁说的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谁说的？这是？你看我干什么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不知道。我看就是你说的，钱顺风，是不是缺德的小宇宙又要爆发了啊？你给我等着。来，大姐，别哭，来，我给你分析分析。大姐吧，你又坑我，是不是？没有，你又坑我。你一年365天，你天天坑我，是不是？大姐，我看明白了。这首诗一看就是我大姐夫写给你的啊！你看啊，尤其这第一句特别明显，我的女王。你说你这图是不是当女王的料？真美丽，那在我大姐夫心里，你就是最美丽的呀，是吗？有一回我跟我大姐夫聊天，我就说：“哎，大姐夫，你说古力娜扎和迪丽热巴谁好看呢？”你猜我大姐夫咋回答的？咋回答的？他俩。还能有你大姐好看？怎么的？我这个人实话实说，他俩确实跟你没法比。对，我大姐就是没有审美嘛。啊，你就再看这句啊，日日夜夜思念你，你说这日日夜夜能跟我大姐夫在一起的，那不就是你吗？对不？最后这一句更贴切，你爱咋地就咋地。你看啊，你每个月呢就给我大姐夫50块钱零花钱，我大姐夫啥时候敢管你要过55？是不是你说咋地就咋地？嘿，太对了，刚子。哎呀，真的呀！哎呀，哎呀，刚才就唱婶了。哎呀，准备好了，小美玲。哎呀，真行，小美玲，有点下火了。不是，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啊，不能整那些没用的，我来点实际的，送你一袋气球，自己吹。啊？哎呀，我天！一袋气球，你想累死我呀？就考虑到这一点，再送你个大气筒。街坊邻居们看见了吧、生活就是要丰富多彩。对对对，咱们生活中啊就应该充满浪漫。对，是吧？哎呀人家要公主抱。哎呀，公主抱来。不就是公主抱吗？那个小美玲，那个公主抱我也可以。哎，你想抱就抱啊，人家还没考虑好呢。刚子，我也要公主抱。抱姐夫，抱一个。豁出去了。来，一二。咋的了？晚了，不行了。笨笨，你不是要抱吗？机会来了，来。明白。大姐夫，哎，来吧，慢点啊，上医院吧，上医院。